李亚鹏与王菲离婚当晚，腾讯娱乐记者在首都机场拍到了下机后的王菲。王菲从首都机场第一航站楼的 VIP 室出现，李亚鹏的前经纪人马佳来接机，穿着一件酱紫色的衣服，全素颜，戴着口罩，流着眼泪。之后他们乘坐一辆丰田保姆车离开机场，车里只有三个人，王菲、马佳和司机。王菲在车上全程低头不语，坐在后排开车的是王菲的男经纪人，副驾驶是王菲的女助理。还有网友拍到王菲在新疆的机场等飞机的照片，照片中天后戴着口罩，形单影只，低头看着手机。9月13日晚7:30左右，王菲发布一条内容为这一世夫妻缘尽至此，我还好你也保重的微博，依与李亚鹏情变离婚。据腾讯娱乐记者独家获得的确切消息，王菲与李亚鹏今早飞往乌鲁木齐办理离婚手续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